亮起星，想眨眼睛，我知道他们之中妙的云最闪亮，可快乐了，奇奇妙妙，爸爸和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寻找，在下一颗星星陪我和快长大，我有飞翔的想法，骑上白色的云，我们一起出发，小小的梦要发芽，小美，你真是太棒了，谢谢。好了，下一位，小蝶同学。这真是完美呀！这次演出的领唱就是你了。我看可以。好，最后一个妙乐星。啊，看，是妙乐星。妙乐星看起来好自信啊。这次一定会有超精彩的演出。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。妙乐星。妙乐星，你没事吧？快点展示你的音乐才华。可是我没有学过音乐啊。天哪，那你来干什么？真是浪费时间，出去！啊！爸爸，一个学生怎么能不会音乐？我要给你的家长打电话，这是一个需要才艺的社会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学校该叫的又退个家长。嗨，回来了，姨妈，你好，你真是很 happy 啊。哦，那当然了，每天要保持好心情，快乐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可是你们老师可没这么说呀。天啊，糟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听好了，在我给你们报音乐班学习音乐之前，在屋里和老师待着。哎呀，学习音乐是个好难的问题啊。每个人都逼着我们学这学那的。可是我觉得很好啊。哪里好啊？小美的小提琴就超好。啊，那倒是好漂亮啊。所以嘛，看你还是好好学吧，就像小蝶一样厉害。谁？小蝶？你是说小蝶吗？我现在就能和她一样。真的？太棒了，快让我看看吧。淡定。哦，看这是什么？你要像小蝶干嘛拿个手机呀？你就瞧好吧。首先，我们要下载好歌曲。哈哈哈！亮星，你太高了，哈哈哈！听着，我已经想好给你报一个音乐班。你都没问过我喜不喜欢。哦，别担心，儿子。你学音乐可是有遗传的，想当年老爸我可是大提琴的演奏天才。那不如你直接教我好了。我？好啊，好啊。不好。啊，太棒了。不行，你爸不能教你。为什么这样啊？是这样的，是爸爸每天上班太辛苦了，还是别麻烦爸爸了。啊，这是哪儿？哎，我竟然会飞，这真是太棒了。哇，我想这里一定有我的梦想，要是呱呱在就好了，他一定会大吃一惊。啊呱呱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真怪，
什么光有音乐不说话？这就是我的梦想之地啊！天啊！嘿，这是怎么搞的？为什么你们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？妙乐星，你来了，来吧，说出你的愿望。哇，太棒了！我就知道，我希望我永远快乐。啊，这样可不好，不如我们报个音乐班吧。可是音乐班不是我的愿望啊。哼，我的愿望就是必须去学音乐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梦见去学音乐，太可怕了。可不是梦，啊，今天是你在音乐班学习的第一堂课。别磨蹭了，赶紧穿上衣服去上课吧。天啊，这可真是个噩梦。你好，我是你的音乐老师。你好。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。我根本不懂什么是音乐。没关系，谁都有第一次，应该想想有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啊。兴趣？有了，我看小提琴就不错。看吧，我就说吧，别急，我来教你一个更厉害的，看大提琴。哇，太棒了，比小提琴大多了。感受一下。哎呦，压死我了。好了，认识了乐器之后，我们就来学习它吧。学这个大提琴，好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下面我们先来学习拨弦。真好听。你也来。我也来试试，太棒了。我就是个天才，我就知道。看吧，没什么难的，一点都不难。下面我们来试试演奏。你来试试。哎呦，难听死了！不过没关系。妙乐星，你怎么了？我竟然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救命啊！我没有。啊！救命啊！妙乐星，走廊里不许说话，更不允许奔跑。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音乐天赋？我也不知道。音乐搞得我一团糟。看，星星好亮啊！我可能发不了光。虽然我们不能发光，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啊。没错，明天的演出，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试一试的。妙乐星太棒了！同学们，我下面安排一下一会儿的演出。小提琴伴奏，小美同学，低音部，蛋蛋同学，我在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中音部，小绿同学，是。高音部，阿霾同学，好的。下面就是我们的领唱，小蝶同学。妙乐星，您？韦主任，我也想试一试，可以吗？太好了。看来你听了老师的建议，学了音乐，没问题。我会专门在最后给你安排一个独奏。太棒了，明星太好了。时间要到了，快去场地准备演出。晚
儿子们最棒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在这儿。哎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表演啊？啊，到我了，太好了。什么样的？我就知道我的天赋遗传给了他。儿子，你最棒，你最棒！哎，这是公共场合。快点，别再演奏了，我们受不了了。笑什么笑什么？太难听了，拉的真棒，和我当年一样。太难听了，这是一件太难听了，这叫做不好吧？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太受刺激了。我的表演到此结束，怎么大家都走光了？老爸老妈，是我拉的不好听吗？大家都走了？没有，儿子你真棒，已经超越我的水平了。亮了星，我真为你骄傲。可是亮了星，真的吗？棒极了，这可真是太好听了，太高兴了。呱呱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走吧，让我们回家好好庆祝一下。嗯，没错，我想我已经爱上音乐了。哦，嘿，等等我！你忘了咱俩的目的是要弄脏它，对吧？哎，哦，太完美了！下面咱们俩要弄脏全家，然后就有活干了，会有好多好多的积分，对吧？哦。我们就哦哦，我来啦！我也来啦！哦，全是花花，好开心呐！啊，哦，哎，垃圾公鸡，脏脏臭臭。